大家好，我是黄土妹子。昨天我们大家一起帮忙，就是给我们家装苹果。今天就是草哥家装苹果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帮忙。忙了一上午，所有的苹果装完了，现在大家已经吃饭了，大家在一起吃饭挺热闹的。筷子，没吃掉，有筷子哦，也没有筷子，现这是现成的。该热闹吵了，热闹吵了。去哈来了，去哈来了。啥意思？是段子，现成的筷子来了。就是啊，这。吃饭的最不好看的，你要让他唱，谁会唱歌了，唱个山歌了。你是对准他，让他录上。唱歌是个今天没来，我后转屁股是个来了。嫂子在家里做了两个菜，一个是凉菜，还有一个热菜，豆腐跟肉炒的，挺好吃的。